奶奶，那个妹妹抽血了、要抽血了。抽血了啊！她叫什么名字？她叫林露露。啊，我手绢看一下好不好？对一下名字哦。林露露。好。好，那奶奶，因为她小朋友比较会动，所以你要帮我固定一下妹妹哦。好，然后照着这张图，你把妹妹的两只脚夹在你的脚中间。好。那你的好这样哦。哎，对，没错，很好。好来，奶奶，那你把妹妹的肚子这边压住。不哭不哭，没事哈。好，姨来，姑姑哈。谢谢，乖。好，姨来看看喽。啊，没事没事哈。帮你抽一下下啊，把那脚肿抽起来一点。乖，好。哦，帮你，你要擦凉凉。哦，宝宝。好，谢谢谢谢哈。是啊。